中国人。消毒过滤后排入自然水中融合，最终返回污水处理厂，用石英砂过滤后排入居民家中。这就是现在的自来水。这个过程可以说相当复杂，然后层层分解处理后，最终将人类的粪尿变成宝，制成自来水供民众使用。当然可能会被认为是自来水很脏的意思，实际上按上述步骤处理后，不仅可以放心使用，而且不会出现异物。
最终污水处理厂多道工序进行处理消毒，经检验人员检验达标后送居民家，因此自来水并不脏，反而可以说是中国变废为宝，合理利用的最好证明。